但是现在以中超的这个强大的发展势力，是韩国你中后卫好，我就感觉你买过来了。对，这次有机会。好球啊！这个头球，长春亚泰取得了客场的进球。对起拉伊。关键时刻呢，还是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。我们刚才刚提醒过的。所以长春亚泰的进攻方式呢，并不复杂，它其实很简单。这是球队赛季第一球，是这样达成的。祝贺贝奇拉伊啊！这对于一个始终还算半游走在球队之外的进攻手来讲，很重要的一个进球。确实，就是这第三轮联赛好几个，事先大家被大家看好，然后呢，前两轮联赛又被视为水队的球员是全开单，就是这个，比如秀丽队的这个哈巴德，然后这个。但是他这个场场丢球的这种趋势蔓延很好。球打门，再来一个，这个球进球有效啊，有效有效，进球有效，2-0了。伊格莱西亚斯又是定位球，伊格莱西亚斯这一下自己也含糊来了啊，但是还是坚定的完成这脚射门之后再看的边裁。他的实力这联赛第一轮都看出来，非常好用的这名后腰。这可就是恒大新赛季前所未有的困难。对这个马尔本胜利也有困难，是，他这球确实越位，确实越位。他曾经啊，这个就是球开之前有一度平行，我觉得对裁判边就是助理裁判的判罚形成了一定的干扰。他确实有一度是平行的这个站位，你要结合开出这个球的时间。对。但这就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，对吧？你也态度，中场几乎就不要了，这也不太明智。让勒内正中啊，现在提的这个位置，你不得不提防的一点。你看啊，这单刀球打吧，球又进了，3-0。3-0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埃里尼奥，三个外援各进一球。难以想象啊！今天的这场比赛，亚太客场来的球迷虽然不多，但他们真是赚了，太值了。对，这个球队这么强大吗？还是恒大的防线这么多。今天这场比赛选的真是太有意思了，这场比赛真是值得一转。要没转，肯定会觉得遗憾啊。没有看到这场比赛前面这个表现的，也肯定会觉得有些可惜。是啊，很多人正在看 CBA 的总决赛，他们也许以为这场比赛恒大稳拿了比分，万一现在刷一下比分，发现是不是比分写反了？对，不，100%，一定还是会有铁杆的这个足球迷在收看这场比赛。这个也是恒大啊。这个赛季暴露的最鲜明的一次，就是他两个中后卫对至少两个失球都负有直接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们主要看了这场比赛，对，亚曼蒂还是迪亚曼蒂，这个球有点复杂，裁判响哨了，手球，吹了一个手球，那还真是给了点球，给了点球，但我觉得。这个球一会儿需要来看一下慢动作，就是你首先你得看看这人墙啊，他有没有躲避的空间。这他不是一个，说实话，这这么近的距离，球速这么快，对，你还真在躲。这个球吹点球，我觉得。因为你慢动作的回看，他可能是2秒，你觉得这个球太激进了。再来看看这点球吧，埃尔克森面对宋振宇。成功的扳回了一球啊！广州恒大在自己的主场把比分扳成了1-3，这可能就是恒大开始追赶比分的一个开始了。但这个球确实让亚太球迷很不服气。对，但是老刘还得这么说啊，就是你上半时那个球也对吧？你也有一个越位的进球，所以就是像刚才上半时所说的，这就是足球比赛，裁判做出了判罚，你只能遵守，是吧？你占了。没有永远占便宜不吃亏的队伍。只能说这个球，如果是最后成为一个亚太没有保住三分的这么一个导火索的话，对，那大家会觉得哎呀，真不值。这赛后肯定会有是啊，大书特书的这个媒体对这个球会进行判断，因为现在尤其在禁区里面，这个手球的判罚，主裁判的这种自主要裁权是。